这个他肯定喜欢，来尝尝看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孜然豆腐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老规矩，配料都在屏幕上了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保存。我觉得如果遇到喜欢的人，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想做好吃的给他。等油热了就可以下豆腐了，煎至糊皮状，这样子做出来的孜然豆腐真的太香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